月亮和无脑六轨思路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泰。这一期的话，给大家是一把机械式实战啊。那么这把主要来说一下月亮河的思路。咱们的话，开局的话就选鬼屋啊。那么这个点位的话，咱们就主打的一个坐车，但是啊，也不光是说一定要坐车啊。那么这边的话，一定要听脚步声啊，听到它滴滴答答答答滴滴。然后这边确保它上来之后，然后我们的话就跳下去。但这个话它走歪了啊。那么像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伸个娃娃。然后这一把的话，我已经听到是个磕更了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话，先往这边走，人往这边贴，因为这样的话看不到我们。然后我们的娃娃勾引一下啊，磕更从二楼跳下来，看到没有？我靠，一个大地震！我靠，跳起来不地都震了一下啊！那么这句话我们就是用娃娃勾引，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一个他最爱的妈妈啊。那么孩子的话就要献祭自己，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先拉手啊，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只能博弈啊，这时候一定要博弈，记住，就是你不博弈不行了。然后的话我们反应慢了一点啊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只能靠过去了，没有弹射，不会追我了，不会追我了，准备休息啊，不会追我了，咱们直接发展不断了，准备休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追我了，因为他追不到我，他不好追我，你知道。贡献时间，烦心事都留给明天。这边有可能来找我了，他这里有个台板。空军快走啊，我要坐车了。有，快走。Baby 才困难安静的睡。噔噔噔噔噔噔。今天想好策略啊。谢淘淘送的墨镜啊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淘淘。好，露露。安静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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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哼哼哼哼哼哼哼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你在看我吗？也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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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车刚才三段的吗？是啊，车都对，车刚才三段的。哎，这边该坐车，你知道？这边应该坐车的，坐车的话，这波鸟就不需要了，你知道？直接开吧，直接开吧，就直接开应该差不多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现在点还来得及。反正就是能拉点就拉点啊，然后的话开局咱们躲在那就不错了，是吧？记录用兵的就不够了，没记录用兵应该够了。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一半不够，我靠！哦。不是啊，肥婆大作战。哎呦，落一刀你干什么？提前一点留闪现，你知道？提前一点交。没办法了啊，只能牺牲自己了。哎，还好铁屁股啊，三层铁屁股带上了，我们坐了很久。我不能点吧？哟，还攻击啊！这门才60，靠，两摸好几得了。
我靠，格局真的好磨，好磨呀！完了，杀我了！还有二十秒，快来呀，阿兵啊！哎，他进入那先知了，不行。我去翻个箱子吧。他是卡半救他的。被机构盖板了。摸一根什么？摸一把枪出来，摸半个球出来。他要保平了，他真的保平了。